周五的晚上，那是安息日的预备日，尼哥底母和亚利马太的约瑟埋葬了耶稣。从加利利来的妇女跟着他们到了坟墓后，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，要来告诉耶稣。受罪人身旁，红颜上
当耶稣进城时，有人把衣服铺在地上，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，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：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高高在上，何塞纳。